然主持所看到迄个酒红吼，啊破了破了，点点遐角度好哈。但是李署长伊真巧实，伊把这个红啊摕回来了哈，一样的发挥巧思哈。嘿，我甲做一个哈，再生回收的再生个利用啊嘞哈。哎，还要做啥哈？较早啦是迄落八十岁来，就吼出声好个赞下爱情。安分守命来打拼，讲较听话，心情听声啦，哈。食啊，即阵樱桃食甲叶公菜底咧走拢唔食，哈。较早人无通啊食，吼，你啥物？讲做着歹厂白后东啦，啊，娶着歹某公安啦。哎呦，大家看这搞，感觉是太太熟悉了，少年啦，哈。入夏这念的。哎呦，有的人客唔知影吼，入夏念查某足摇头，讲伊两句就摔头，出来唔报讲报后头，讲亲戚朋友安怎，拢害头啦吼。嘿，啊有哪只吼，拢袂摇头，都摇错啦。猪肝啦吼，腌制水粉扛起扛吼，讲葱头蒜干。更加转变啦，吼！嘿，咱若四十岁去哩，吼，咱就会老花眼。啊，老花眼你若无去医疗，会变青光眼。啊，青光眼要目睭视力的慢慢退化，哈。所以咱的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，哈。就靠咱五点，台南的台南县的黄朝琴先生，哈，会应景来咱台湾，哈。啊，较早较早两款，哈，拢爱交这牌照税，哈。啊，这部车你甲看。后边吼，嘿，拢会再菜啦，再水果啦，再米等等食，会当再300公斤，啊180公斤吼。啊，这遐嘛是拢还佫用医疗，用百姓的，嘿。啊，讲十个人爱食饭，爱有无无尖尖，嘿，叫做尖嘴鸟啦，吼，嘿，啊，这叫做串西婆，吼，好吃啦，咪。串米台北的，吼，串米台北的，吼。燕巢东燕社区发展。是是是，啊，咱来这主要参访的目的是啥物？出边啊。哦，是是是。因为你们这个社区做得非常的好。大家互相学习。学习好。啊，今仔日来这感觉好算无？非常非常。啥物建议要予阮协会啊，甲阮这工作人员？不敢。